下去珠宝杰斯那边看一下，看一下咱们边境这边卖什么珠宝。好了，好大的太阳，云南今天这边，先去缅甸朋友这里逛一下。多少吗？多少？啊？100。100不高了，小小的。餐饮。100。一个人100多块钱来了，我不是亏了。一个看一下，一个那看一下。我不要这个。100。啊，你我一个的啊，买呀。可以了吧？100。这一点100可以的了。黑黑的巫师可以了，有裂有裂。巫师巫师，巫师巫师巫师，巫师。这个300块钱减了5，这是跟缅甸朋友认识，所以说给的也便宜。好了好了，走了，在刚刚那个缅甸朋友那里买了150块钱的缅甸琥珀。现在从这里出来了，去别的地方，顺便带大家看一下蝎子天这边的翡翠啊、南湖啊、玛瑙啊，还有古玩呀、啊，各式各样的都很多的。好了，今天逛的也差不多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下关注，再见。观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10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，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观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谷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观谷，微信7887-2456。观谷珠宝向您承诺，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10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。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3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7887-2456。